要演好一個角色，啲戲除咗由內心散發到身體嘅每一個部分之外，亦都可以靠外表同埋造型嚟感染翻你嘅內心。所以我覺得蔣世榮呢個角色係一個有 tattoo 嘅社團 boss。但係如果你下出戲唔再揾你做黑社會坐館，咁你個紋身點算啊 ？Don't worry about it。你知唔知我演每一出戲，我都當係人生最後一個作品咁樣嚟演嘅。我只不過印啲嘢喺背脊度，算得啲咩？